主料，豆腐一块，日式照烧酱30克，黄瓜100克，胡萝卜30克，辅料油盐一勺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备好所需食材，豆腐、黄瓜、胡萝卜、日式照烧酱、豆腐切小块，胡萝卜和黄瓜分别切小丁，热锅温油下豆腐煎，小火煎至双面金黄呈起，鱼油先放胡萝卜丁炒熟，再放入黄瓜丁混合，加入煎好的豆腐块和日式照烧酱，快速炒至鱼掉入适量的盐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如果全是干，可以用烧去热水把照烧酱稀释一下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